晚安，欢迎收看台视新闻今天特别延长的一小时的晚间新闻报道。在未来这一个小时当中，我们将尝试以各种角度来告诉您这中国近代史今天最悲惨的一天。血腥、野蛮、残忍，我们实在找不出其他字眼来形容中共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所做下的罪行。全中国人都会，也一定要记住这悲惨的一天。中共到底是如何来屠杀学生民众？我们先让您看一段我们最新收到的实况画面。战车炮塔上面的机枪扫射不断，天安门前只闻一片呼声和枪声。中共当局也一度关掉了天安门广场上面所有的路灯，并且趁着夜色把学生们几天前所搭起来的民主女神像也一块儿拆掉。这时候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央还有大约30,000名的群众，但镇暴警察这时候也加入了共军的阵容，挥舞着电棒一起向民众横扫殴打。民众们在密集的攻势双重压力之下只得四散奔逃，共军残酷地殴打民众跟学生，枪声仍然不断。共军又加派了各式的坦克跟数十辆武装运兵车完全进入天安门广场协助镇压行动，总共共军出动人数至少在50,000人以上。而在场的外国记者只有一句话可以形容这次的行动，就是绝对是一项大屠杀。到了天亮之后，北平市内仍然可以听见轰隆轰隆的枪声，而天安门广场上更是可见到冒出的一股浓烟。中共今天惨绝人寰，引起人神共愤的血腥镇压行动，其实从昨天开始就已经显露出迹象。首先是昨天凌晨1点多的时候，有好几万名军队企图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一举冲破重重的围堵而进入天安门广场，不料却因为一件意外车祸，导致示威的学生和民众揭穿了这项诡计。随后在极短的时间内，好几十万的民众纷纷涌上街头阻止军队入城，结果这一批看似刚入伍不久的新兵就在层层的群众阻挡和包围之下纷纷丢盔弃甲四处逃窜，而群众更高喊滚回去滚回去。有一位老太太还气愤地责骂这些年仅18、19岁的士兵，同时群众还在军车上发现大批的枪械子弹，显示这项行动正是中共当局动用武力镇压的第一步。但是这些部队万万想不到最后弄得灰头土脸的撤退，而中共军方在这一波攻势溃败之后又立刻重整旗鼓。他的国防部长秦基伟特别前往各部队视察，这个迹象显示出中共军方头头之间显然达成了协议，准备用残暴的手段对付学生和民众。到了下午2点钟左右，中共又发动了第二波攻击行动，先是5000多名驻守在人民大会堂的部队突然冲了出来，并且和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和民众形成对峙。而在广场另一端，靠近中南海中共中央党部附近，10,000多名正在附近庆祝围堵成功的民众和3000多名严以待镇的镇暴警察发生严重的冲突。这批装备齐全的镇暴警察似乎得到上级特别的命令，开始使用极为残酷的手段对付学生和民众。他们不仅对民众拳打脚踢，而且还以电击棒和皮带向民众施暴。最后中共镇暴警察甚至向群众发射了20多枚催泪瓦斯弹，一时之间浓烟四起，在场的民众只好掩面走避。估计在这场冲突中至少有30个人受伤，数目不详学生遭到逮捕。接下来发生的正是中共镇压民众最残暴的一幕，有20,000名配备着枪械弹药的军队在武装直升机、重型战车以及装甲运兵车的掩护下，从4面8方向天安门广场集结。到了晚上11点，中共武装部队终于在天安门西边4公里的地方向无辜的群众开枪。到底这一天下来有多少人民流血，外界无从得知，只有一些情况不一样的报道。但是根据我们最新的统计，到目前只有2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至少已经有500多个人死亡，好几千人受伤，而另外一个未经证实的报道甚至指出死伤的情形难以估计，但至少在3000人以上不幸送命，绝大部分是民众、工人跟学生。根据北京地区11家医院的统计，到目前为止至少已经有500名的学生跟民众在今天的镇压行动当中丧生，而受伤的人数更是可能在10,000人以上。由于医院的人手不足，而且容量有限，有许多的伤患都不能及时的接受治疗，因此预料死亡的人数还会不断的增加。
在群众被驱离天安门广场之后，100多名的中共解放军今天早上10点钟左右，又在广场的附近街道上疯狂地向民众开枪扫射，结果30多个人被当场击毙，横尸在路旁。中共的一家公营的电台在今天曾经一度报道说，北京市内的死亡人数已经多达4000人以上。报道当中，并且严厉地谴责中共当局的残杀暴行。但是没多久之后，这家电台突然之间更换了播报员，极力辩称先前的报道是电台里面的反对分子所做的，并且发表了一篇支持中共镇压行动的文章。显然的，中共当局已经控制了大陆新闻媒体的报道，并且企图利用各种管道来替这场惨无人道的罪行编造出冠冕堂皇的借口。根据中共中央电视台在今天晚上7点钟播出的新闻，指控这是一群暴徒所突发的叛国行为，绝口没有提到学生或民众，并且对于外界谣传天安门血洗的行为，也在广播当中一再声明纯粹是谣言。中共显然是有意的让全中国大陆的民众完全要不知道今天在天安门所发生的血腥镇压暴行。但是目睹这场惊人暴行的北京市市民，除了对于惨遭毒扫的学生跟民众表达了深沉的悲痛之外，更大声的咒骂中国当局这种以坦克枪炮对付血肉之躯的残暴行为。有一名中年妇女指控中共头子邓小平就是这场血腥镇压的幕后主使者，并且把他比成了24大战期间曾经疯狂屠杀犹太人的德国独裁者希特勒。另外则有一名男子则愤慨地表示，中共军队今天所犯下的暴行远远超过了当年日军在南京所进行的大屠杀，尤其这种肆无忌惮的残杀行为更是罪不可赦。您现在所看到的就是今天清晨中共派出了各式的装甲部队进入街道上向民众展开镇压的情形。根据我们的了解，从今天清晨以后，虽然还没有大规模的流血行动，但是在北平市区各街道重要地方都已经布置了坦克跟重车，而且扫射的枪声一直可以听闻到。目前在北平的外国记者都被围困在北京饭店，中共当局不许外界采访。您现在所看到的外号画面都是台视公司今天经由各种的方式从美国、欧洲、日本跟香港所收集过来的画面，而世界各新闻媒体为了同声谴责这种罪行，也很多人很愿意把他们画面跟世界共享。今天这个谴责的罪行暴行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头条新闻，很多的民众受伤。您现在看到就是中共的部队在今天凌晨2点钟推倒天安门上学生所树立的民主自由女神像的画面，进驻天安门广场到5点半，而这些兵队就是在现场清洗，包括血迹在内。目前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已经没有留下任何一个人，而学生们的帐篷也全部都被中共的坦克车所压坏。究竟北平目前在今天晚上入夜之后情况如何？台视记者刘中继目前正在北京饭店，他在几分钟之前透过岳阳电话跟我们做了以下的报道。从昨天深夜到今天清晨，中共军队被血腥镇压之后，已经造成大量人员死伤，红十字会的估计有2600人死亡，受伤的人数在3万到6万人之多，这是到目前为止计算比较精确的数字。综合各方面传出的消息来判断，北京大学门前徒手的学生抵挡军队镇压，在猛烈射击之下排出了13000多名死伤者。另外在中南海附近的西单大街，民众拦阻军队时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至于主要目标的天安门广场也有1000人以上的伤亡，其中已占据天安门广场西北侧声援学生的大批工人传出在第一波镇压的时候就遭到了几枪扫射，大部分已经死亡。这些伤亡情形都是来自于劫后余生的学生和民众传出的。由于中共戒严部队全面封锁天安门广场，详细的伤亡情形目前还没有办法进一步的证实。另外，从戒严部队带领进发天安门的几个重要地点分别都出现了惨烈搏斗的迹象。在天安门东边5公里远的建国门附近，有20多辆军用大卡车被民众烧坏或者是破坏，不过到目前还有10多辆的满载士兵的大卡车停在当地待命。至于天安门西边的7公里远的复兴门一带，民众们和军队的对抗就更为激烈了，民众们在马路上3-5公尺之间就设有路障，现在在现场还可以看到地面上布满了砖头、石块、木棍、铁条。在深夜期间，戒严部队为了排开民众当街拦阻，曾经实施强力压制，伤亡极为惨重。
至于市区内，凡是要通往天安门的重要路口，都可以看出民众以电车、公共汽车，甚至垃圾桶等等一切可以用的物品拿来阻挡军队。以天安门为圆心，方圆大约是一公里范围的重要路口上，现在都布有重型坦克以及大批部队，防范民众的侵入。现在从记者所处的位置，部分戒严部队从上午到现在曾经几度对着围观的民众或者是对空射击威吓，或者是直接对着射击，而街头上仍然可以听到零星的枪击声音，显然有些地区还是没有平静，这是到目前为止最新的状况。